居而不动，也许从不动开始，然后我会告诉你，原来你跟着跑的那个觉是个错觉，知道错觉了吗？你根本就没动过，你本来没动过，你觉得你动了，你觉得你是那个爱，你觉得是因为你的生命，就是你觉得你动了是个错觉，所有的这都是虚幻，你觉得你动了本身这个概念就是虚幻，然后你就可以静闻不住，声音流过来流过来跟你没关系，静闻不住，声音是响的，不停的响，就像水滴也要从你身边流过，但你这动都不动，无所住，而且不变，动都不动，不代表这个。如果你这样训练的话，只是从第二个境界起修，但是如果你在第一种境界里边已经破了生灭的相的话，你这种无所住是真的无所住了。如果你现在只是通过分别心来知道水流是水流，你是你的话，你这个觉者还没破，这只是还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觉，所以觉与所觉很难空掉。这个如果要是第一步觉而不动念好的话，第二步可能觉和所觉能破掉。第一步破掉的话，第二步迎刃而解。就是其实觉与所觉空，为什么它后边改成觉？它是其实第二步最重要的，就是说它里边是闻与闻，闻所闻境，境闻不住。其实最重要的第二步的话，它是培养一个无所住生起心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它已经是一种功夫了。它已经无所住是一种功夫，不是一种意识层面。你想什么叫无所住？什么无所住是一种功夫？如果这种功夫在这儿的话，就无所住，就无所住。第二步，你一定要是在无所住的基础上，然后觉与所觉才空，然后去无所住的时候旁观，去通过智慧的圆满。因为当声音无所住，当你这样的，他，你看，耳根圆通里边，他那个话写的非常好，去注意，说，如是见真，是不是？从第一步开始，如是见真，第二步有个转折词叫继续修，继续修下去。他不是说直接让你觉与所住，那如是见真，闻所闻，如是见真，闻所闻境，境闻不住。哎，这就是第三步最重要的修正，就是无所住，无所住，声音就流过来，流过来。然后，当你知道所有的你着了相的那些东西，就是说你认为你被声音跑了，其实你本身已经着了相，着了跑来跑去的相，那么你是个错觉 ，OK？ 你是个错觉，你这边觉者本来就虚幻，然后通过这个，静闻不住，你静闻不住，继续修，就是说声音流他的，我不管他。其实你们现在也修到了静闻不住，就是说已经开始无视于那个声音了。如果你们是开始这个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岔路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修到这一块了，所以我才讲，你们开始已经那个声音已经在响，你们的已经耳根不分别了。但是如果继续不往前走，就开始打妄想。因为那个声音成了油头了，它已经不新鲜了， 是不是？因为耳根没有圆通，但是呢，它那个声音已经对它没有影响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要修第二步了，静闻不住，然后继续知道一切都能断尽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修法能弥补你这个耳根没有畅通的感，就是说。当你在静闻不住的时候，你突然会如果很专注很清静的时候，虽然你耳根的东西还没有打开完全，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耳根无处不在，静闻不住，就是说然后它下边就会变成觉所觉空。它为什么不说闻了，它变成了觉，知道吧？觉是什么？已经到那个时候忘没有耳根了，整个身心都是耳朵，整个你的身心声音是感觉而不是听，声音不是听来的，是觉受来的。你会跟声音合为一体。这个境界是很难表达，就是说当你知道，就是说你认为的这个声音所有的一切成物是一种错觉的时候，你就翻回头来要看这个觉的东西，你就要寻找觉的东西了。因为
你看似是把耳朵闻听声音，你觉得你的心跟着声音跑是吧？跟着声音跑，跟着声音跑，你会觉得跟着声音跑是错的，你就赶紧拉回来，赶紧拉回来。当我最后告诉你，你跟着声音跑，你根本就没跑，是种错觉，那你一定会翻回来寻找，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幻觉？然后老师会告诉你说，你本来就没动过，你那是种幻境啊，你被幻境转了。你被跟着声音跑，本身就是个幻境转了，你不需要跟他抗衡了，然后你一定会翻回来找这个觉的东西。当你找觉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不是用意识层面，你翻回来定在这个觉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突然觉的就消失，觉者消失，就是你的心念翻回来定在觉者身上的时候，觉者会消失。当觉者消失的时候，所觉就空，所觉也空。并不是说觉者跟所觉同时空，不是指的它不存在了，知道吗？它对你视线空相，知道吗？它还存在，你还在那坐着，声音仍然在流动，他们对你视线了空相，就是它的那种相消失了，就是说视线它空性的一面，明白了？这个听懂没？听懂。我还没听懂。